不会吼，安尼好，水，我就是爱等你一句。来，因为吼，这资料吼，头一道走吼，我已经爱，我一定爱吼，好走一道，较听较袂多咧。那个，我们电脑的同心，哎，时间可以开始是不是？开始录了吗？你开始录，你不跟我讲。没有，不要紧哈，好，我先乱一道。来，那个我们同心哈，我等一下那个要放的部分哈，就是有这个我们的演讲哈，还有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真相一到五集，但是我不会放到完，所以你要陪我，好不好？你要陪我，你不可以离开我，哈 ，OK， 啊，这个是照片而已，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要放，我有签在里面，好呵。哎，来，我看从头了，哈，好，开始了是吗？来，咱各位。初级班，咱是哈五月初一，昨天开训的初级班，各位同心，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哦哦，是啊，恁这班哈会当让我做感动的，来，无唔对，来，我就是想，足期待吼，咱初级班恁爱热情来。柱子椅后面的同诶朋友，恁安尼离我伤远未？你袂感觉讲我人介矮，你坐遐远，你会看袂到我吗？尽量向前坐，吼、哦！你开端看到我的表情，安尼敢好？来自我介绍，恁真正无要叮当吗？安尼就好吗？有熟悉哦，安尼好，你坐到熟悉就可以来。吼、哦，今仔日来我自我介绍，我是哈、哦、咱中央哈、哦、新鸡排的讲师黄秀华，哈、哦，安、啊、我的题目。美丽新世界，来给大家请教一下。您来报名的时阵，好，手头摕到一份咱的上课资料，上课的这个内容有无？有哈，有啊，你有看到哈？你有感觉我的题目哈，特别较跟人无同款无？你有讲，这个黄秀华是要讲啥？什么叫做美丽新世界？我给大家报告哈，各位，您来初级班。法律是上重要的代志。我的课来讲，因为你看，真正足挑战的，搞我排伫个点半到三点半吼，通常这个时间是上咧，大家伫个厝创啥？好、哦、对啊，我甲顶管讲，你搞我排这个时间是要搞我挑战的了，对啊，看会当甲大家人家卖困安尼。所以呢，我甲来拜托，何杰品主，今仔叫做呢，恁开着时间，开着来遮住宿的费用。哦，啊，搁开着你的车钱来到遮，咱炸瓜物件转去，炸瓜感动转去，搁炸一瓜咱应该知的正常转去。咱今日下晡吼点半至三点半，咱拼无困的好不好？好吼、哦，头前只尔，后壁拢无要吵我啊，有一点仔失望。来，好，各位，我要甲恁请教，咱来到遮吼，做者旅游。恁各位初级班来哦，先出就问哦，我知影做我了解吼，迄初级班有诶吼，是来吼回训哦，来上第二遍的，安遮敢有来上第二遍的？无吼，有也手哦，好，我小了解一下，莫搁讲吼那个讲的，到时候又重复吼，吼恁听了干嘛？啊，没有，好，那都是第一次，你们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好不好？好，大家都是很好，希望有很美好的第一次的经验，来。咱来到人家上课，哈，那恁来的原因，我先甲恁报告，我先自我报告。我来遮参加着民进户，我的爸爸嘛是中央，来，我黄秀华本身隶属于迄个中央内阁的厚生劳动省。那因为恁初级班呢，对咱民进户即马所有的组织，恁可能都无了解。唔过不要紧，头我甲恁报告的，恁即种的这个课堂表，恁就甲留起来。恁会当发现着讲，中央这个台湾民政府真正为着各位上课做了最好的安排。恁所上的课，因遮的讲师的法律，大家拢做厉害，大家拢做清楚，因就是做清楚，较有法度徛伫个这个所在，甲恁讲解着法律。那我的法律呢？唔是，我嘛是有了解，只是我要带予大家物件，无同款的物件，迄是我的感想。要甲大家报告呢，
我来到民政府，是我的爸爸，伊甲我介绍入来的。足侪吼，我听着咱遮同心咧讲，我甲我的查某囝讲，甲我的这个后生讲，也是甲我的囝婿讲，拢无人要睬我，拢讲我去用骗去。啊，我这个我做人的查某囝，我这个吼，做事人甲我爸爸较大心，爸爸讲啥我就是啥。伊三年前。四当差不多三年，我好，这不我四当前就跟我讲啊。我讲爸爸，啊你安尼你的状况是，你袂感觉你有想过烦恼着台湾的未来吗？哈，啊你安尼就甲处理。我讲无安尼啦，我相信你。不过你时间特别到的时阵，你卡跟我讲，吼，啊我卡带你去听看麦。迄时我做甚物拍算，恁敢知？我拍算讲吼。我看会当冻三年、四年过袂哦，吼！啊，若冻无过的时阵，我嘛免了，我过去高雄啊。阮爸爸伫咧新竹，我若要开迄个时间来甲遮上课。哎，时间目前你咧过遮紧啊！连伊旧当的八月、九月的时阵，阮爸爸甲我讲：秀华，秀华，时间足要紧，足赶紧的啊！你爱较紧的，两个月，互你准备尔，吼！你坐高铁起来，我去高铁甲你载。叫做安那，把我绑架，把我面临煞绑架，吼，去高铁把我载，来把我载来遮，拿钱阁把我拿，叫我上课。啊，若安尼，我敢袂讲无乖乖坐遐听，拢乖乖坐遐听嘛。来，各位啊，恁在座有甲我状况同款的，讲人甲你拿钱来遮坐下手，哦，啊，恁做幸福的哦，吼，拢免开钱，人甲你遮载便便，啊，钱甲你拿便便，叫你坐咧遮吹冷气听课。啊，我是吼。我想讲，既然呢，爸爸这么用心，三四当进前甲降息，既然这组织搁伫个，我的想法是安那，好好来甲探讨一下，开着时间，开着钱来啊，钱虽然是家己开来讲吼，嘛是爱有这個珍惜的心了，对吧？所以呢，咱今日来到这，好好甲听。我为初级班、甲高级班，逐课逐课，每一节课，我拢有无同款的感动。哦、所以呢，你为咱开训了，甲今仔日再去咱的潘良华老师、咱的张英文讲师，所有这些讲师，拢是第一把交椅，因的资料是不是准备了做充分，准备了做完整？咱所讲上要紧的观念是啥物货？按叫做啥物？日数哎。恁听尔坐课起来，无甲我回应一下。哎，未偏无困是爱甲我讲话呢？恁若无教过，恁看恁都度孤摇吼。叫做日什么？日数美赞。来，咱这边，因这样敢有相片较对啊？恁啊对啊吼，咱的相片伫遐啊，咱的日数美赞的这个精神，两张指标性的照片就在那地方，应该看我嘛。日本空前桥嘛，啊，美国的那个总统他的宣誓。日数美赞，初级班来到家，什么叫做日数？为什么叫做美赞？这违章的快讯，甲今日早起安尼这个法理，应该拢有普普来了解啊。佮继续讲，恁就艰苦啊。唔是要甲恁讲这個，因为下晡课听那一节课，这个吼、哦、大森格林老师吼、哦，伊的课非常精彩，你一定好好甲听。所以呢，这个法理的部分，咱肯定会普普来抓到。会去带到，但是我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来，所有我介绍过的朋友来到民政府，拢有一个问题，叫做讲，伊感觉讲讲咱台湾吼，明明咱就是这个土地讲大，唔是介大，啊，不过遮尔济人住伫遮，是安怎咱都切身为民？去到对方讲，人叫做什么？那个中华民国在台北还是 Chinese 台北？这个吼、哦，咱若无来遮上课，咱完全搞不清楚上面吼、哦，因摕牙棒书啊、钉钉杯的这种，因到底是咧讲啥？真的搞不清楚。所以呢，咱的问题讲，咱曾经是亚洲四小龙，咱台湾相当袂当参加着联合国。所以呢，咱这课嘛听过啊，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国际地位怎么样？为民嘛，按叫做切身不明的对啊。啊，我要切身不明吗？其实是咱要承认甲唔承认尔。我们叫做日数美赞，按、啊、那叫做不清楚吗？其实是清楚的。
咱要接受着讲，咱真正这块土地叫做日属，咱是属于日本天皇的臣民。安尼感觉无清楚，实在是清楚的啦。只是讲咱要相信，要接受无这个道理尔。来，有想过这个问题的举手？好，我们是台湾四小龙，咱袂当参加联合国，也是讲为什么咱遐想为联合国，好去予提出来？这个内容应该上午都上课过了嘛？之前都上课过了哈。来，有要奇怪吗？来，各位，在座各位，咱初级班，您已经去申请咱台湾民进户的身份证举手。哇，您这班，哈，来，让我做感动，无简单，无简单，甲您敬佩，因为呢。您是因为单纯会当相信，已经去申请啊，今日坐来到这，所以呢，您就是要了解讲，我申请到这张身份证，伊的用途伫底，以及是安那的一个组织会当发到这张身份证。不过呢，其实介侪人头挂这边，这嘛是还有一些人不知道哈，我们台湾民政府这张身份证。我们为什么要申请这张身份证？哈、哦，那哪讲咱家己的祖籍一定好麻烦。咱那是讲像头挂遐尼那多的东西去申请过咱的身份证，你若无去申请，你敢知影讲咱的源头伫底？哈、哦，我嘛是英国嘛唔知影，一直到我去申请着身份证，才知影讲，哎呦，我的爸爸妈妈。因的日本名当时出世的，建立较相当之完整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吼、哦、有去申请到，那在座即已经摕到身份证的人举手，啊，恁这班实在让我做感动，来好，请放落，无简单，恁这班真正让我输了我敬佩，所以拜托咱这班啊，恁去申请过身份证的时阵，恁准备着啥物货，咱嘛爱甲。唔捌申请过身份证的这好朋友，甲因报告，咱是安怎申请到的？好，后来，比如讲我是，安尼我感觉不如我的身份来，我是迄个五，迄个六，要我六十五十几六十年次的哈，六十这个的啦哈。啊，我的爸爸妈妈呢，因就是差日据时代出生的，安尼所以我的时阵呢，我只要申请到我的爸爸跟妈妈，因伫个日据时代出生的。这个户籍誊本，一个着我家己的户籍誊本，来，搁有相片，哈、哦，还有加上这个我们要申请的1000块，就能够去申请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身份证。有人朋友搞阿门讲，哎，那个黄讲师，啊，可是您这台湾民进户的身份证，干成是讲一定要本土台湾人才当申请，敢是安尼？无影吼。欸、所以你这班的观念真好呢，无简单。但是来，感觉讲袂当申请的人举手，一定爱是台湾，就是本土台湾人，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妈，哈、哦，伊是伫用日据在台湾日据时代出生的，开当申请的人举手，无吼、哦。所以吼、哦，应该是之前的讲师都讲啊，足清楚的呀。不管啥物人，伊只要认同着咱台湾民进会的法律，甚至讲伊是为中国那边过来，拢会当来申请。爸爸妈妈是那边下来，拢会当申请。好、哦，咱这个观念爱有，所以咱出去，咱今日听到咱的法律，理解到，要邀请人来起来咱的州，咱的郡来办的时阵，咱就当甲讲，啥物人拢会当来申请，安尼可以吼、哦，有确认咯。咱这边出去的人，特别搁问一句讲，啊，唔是台湾本土的人袂当申请吗？某个这个问题叫做确认，哈、哦，来，咱会当哈，咱拢去，恁头过遐尔济人，才差不多70%-70%都已经申请过啊。恁一定是拢去遐出公所去申请着户籍誊本，哈、哦，去了解着咱家己的源头伫底，好、哦，所以做这样拢知影。啊，若是还袂申请的人，会当咱来去。头挂所讲的这资料，给准备起来，去到我们的这个去那个各地区户政事务所啦，户政事务所，户政不是地政，这个哈写错了，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就可以哈。
好，来，那各位，咱做些法律吼，咱各位现场吼，有咱台民政府做要紧的一本册，迄本册叫做啥物会呢？叫做啥物会？新台湾论，对。咱手头有这本册，人举手。好，安尼好，所以呢，要甲各位拜托，要理解到咱台湾民政府的法律。上要紧的一本的工具书，就是咱的《新台湾论》。各位知影无？您即马伫遮初级班的同时，伫个楼顶，即马台湾民政府的司法人员考试、司法人员特考正在进行考试。要甲大家报告，您即马所踏入来即个环境，是一个平民政府，我们是一个政府单位。我们进行的是很正式的教育训练，今天的科举是正式的特考，公务人员特考。咱家无咧管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咧讲啥，咱进行着咱应该爱做、所爱做的代志。今嘛，因咧科举所爱考的法律，就是为咱的台湾论出来的资料。所以呢，各位。足侪伫个咱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无法度去达到家己的理想。咱遮个青年好朋友，也是咱遮个时代，等于家己个家庭是谁讲？伫个台湾民政府遮，真正会当予大家有一个愿望，予大家一个遮发展的机会。即马台湾民政府这边遮有滚秀的考试，嘛有着咱的这个司法人员特考。所以呢，只要大家为台湾这块土地有这个心，愿意要来打拼的人，拢会当入来先了解法律了后，跟着台湾民政府的脚步，恁就会当讲一步一步会当进入着讲，吼，咱毋忙要做的这个职务、这个位置。秘书长讲过，台湾民政府这个所在完完全全。吼、哦，就是要提供吼、哦，为台湾这块土地有心要共同来打拼的每一个人。所以呢，咱来了解一下。我头下讲，咱的教科书工具书叫做《新台湾论》。有的人今日可能嘛是抽出来的哦，啊是讲，我朋友咧讲，我来听看麦。我今嘛所提供出来的资料，是恁伫个网络内当看到的资料，伫个网络当看到的资料。来，有听过叫做维基百科这個，咱即个少年辈都看过维基百科，对。所以安尼的资料，恁网络拍落，咱即个时代转去甲囡仔讲，你电脑拍开咧，迄、那个黄讲师讲解什么维基百科，讲起来资料拢总有影，绝对无甲你骗，你转去找落有吼、哦。来，咱台湾要落下着。日本，吼、哦，为当时开始推行皇民化，为当时开始，吼、哦，甲咱遮个台住伫台湾即块土地的人，吼、哦，改日本姓氏，吼、哦，甚至呢全面来施行的，就是他的那个征兵制。伊日本就是完完全全，当伊伫统治台湾的时阵，就甲咱当作是伊日本的臣民来对待。荷兰姓氏，哈，给我们荷兰会当真正来保卫我们这个国家，因为咱迄个时候，咱迄个时阵，咱是属于日本，咱的土地属于日本天皇，咱本来就是属日本的这个，因为咱挂好日本去啊嘛，这个说的挂好日本去啊，所以咱的身份是叫做日本人了，对啊，所以咱会迄时阵日本的政府会当做这条代志，不过呢，就连即马去上课现在来上课都了解了，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们是什么的身份？代管的身份而已，代理的身份，他可以跟我们做这些事情吗？可以叫我们说我们户口名簿怎么换，还是说叫我们的子女是谁来做兵？我们是根本我们不可以约束这种事情就对了，不过呢，后来叫我们做，我们台湾人民实在是很好管理的，都戆戆的做。所以呢，我的朋友跟我讲，我跟我做者朋友分享，差不多我这个年岁的朋友，我讲吼，台湾民政府遐会当让你发挥到你的理想，我唔敢讲叫你来做官，唔过至少你来听看卖，
咱四十几岁啊，咱所受到的教育是安那的教育？我这个朋友叫林金，伊即马嘛高同款，伫个后生省，当伊初级班、高级班到这个我们的职前训练全部结束之后，伊做感动，甲我讲一句话，伊讲黄秀华，我感谢你，至少我无被骗甲死。咱会当这个时间透较清楚的时阵，了解到咱真真正正的身份，了解到咱应该了解的事实真相，就是甲我感谢的。好，所以呢，我嘛做感谢到我的爸爸，无甲我放弃。咱所以咱在座的这些少年辈啊，吼，回去，咱也是咱的兄弟，吼，姊妹，啊，搁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咧讲的话，搁无相信的，叫因来家己爱入来，家己来听，入来看。卖网络拍入去，看到诈骗集团，就黑白讲黑白哄，敢是安尼？咱人吼，常常拢犯一个错误，人讲啥就是啥，拢无咧来探讨。不过呢，我要拜托，今仔有缘来到咱民政府初级班，恁这好朋友，你已经带一个使命，带一个任务，安尼个任务呢？就是讲，恁来出去，甲人讲，我真真正正打到迄个所在，看到人是安那咧组织，安那咧用心咧做。今仔日即节课，我是要大家讲，民政府到底有咧做甚物代志？为着台湾即块土地，除了法律一直咧推动咧进行以外，伊有偌济做偌济，吼、哦、为台湾即块土地。实际去进行的这些行动，伊安那做，要予社会大众拢看会到，无你出去做歹讲啊。不过呢，台湾民政府伊即马安尼，不管是报纸，还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会当予社会大众看到讲啊，有我有这个印象，吼、哦，一步一步，民政府会予大家出去，袂予大家甲你，袂予恁去讲介绍人讲啊，恁是读较歹去吗？搁在着安尼，即个团体，迄叫做诈骗集团。恁今晚来到遮，相信咱今仔日即节课结束，咱初级班整个结训，你有当了解着，出去当讲讲，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团体？吼，咱出去爱记住还要讲一句啦。啊，无人讲啊，你去坐迄落三天两夜，你去坐咧遐是咧听啥？咱上无买来讲日俗美战这四个字讲起来嘛，就哈很有一个水准嘛哈。啊，别人听无，听无不要紧，去上课你就听有啊。啊，是真真正正的，安尼敢袂使？好，太好了，来，好、哦，所以呢，黄明化参政权，参政权代表什么意义？代表日本政府就是甲咱台湾这人民真真正正当作着因的生命来对待，哈、哦，来感恩哈。哦栽培，过来呢？有人甲我问讲：“哎、欸，黄讲师，啊，不过自日本战败了，啊，伊就投降啊呢，就放弃啊呢，就回家啊呢，回日本了呢。啊，你不是就是讲不讲放的啊？啊，就是咱就别人的啊。啊，到时安呢？不是吼，所以这个法律，咱来追根究底啊，唔蛮吼，只有看片面。”不能只有看片面，哈、哦，他的这个盟军的这个投降，这个我们这边是一个军事占领地啊，所以你看那个东西啊，蒋介石，哎、欸，我还是叫他先生啊，蒋介石先生哈、哦，你看他在出席当时哈、哦，他在所有的活动，他都着，他都穿什么啊？穿军服，因为呢，他是代表着接受着，因为美国军政府委托。他带领的军队来到台湾治理，所以呢，也都是穿军服出席。好，那日本他是投降，他是交出这样的，他不是放弃这块领土，他只是交出目前统治这块土地的这个管理权而已。所以呢，我拄头来上课的时阵啊，这在江苏的比伦杰很好记得一个模式，叫做国宾饭店。诶，所有权啊，甲住伫遮的人，啊，住伫遮的人，吼，会当讲啊，即间饭店就是我的吗？讲较傲慢，咱嘛袂做这种代志，敢对？
那是咱甲国宾饭店坑过来，这个新闻坑过来台湾，吼、哦，迄住伫遮的这个外地来的哦，甲人家借住的哦，迄中华民国的王政府既然讲这块地是呢，硬凹来要杀伊，胡作非为，为所欲为，要对安那，要对咱人民安那做安怎？咱实在是，所以呢，咱人民啊，就是吼、哦。安尼，这个政治的这个巨兽，政治的野兽啊，把咱绑架，咱惊嘛，咱人民嘛，过生活平平顺顺就好，未去理解着讲，哎、欸，那你这个你伊所颁布的这个法令吼，这个条文要叫咱做什么代志，咱拢会惊嘛。伊讲咱无爱做，敢袂使，来去推吼228迄种的代志会惊。所以呢，迄就是咱拢是片面去得到片面的资讯，因为去惧怕。你无了解，那所以讲，咱即马了解了后呢，咱台湾这块土地一定爱改变。我的大家官，甲我的先生定讲，会害哦，咱这囡仔后摆看要安怎？哈、哦，要安怎？哎、欸、呗，咱这时代，你有安尼想无？有吼、哦，有安尼想吼、哦，来，我安尼想个举手，包括干嘛讲？好，来放下，对。为什么我会伫遮？我甲你拢同款。咱的感叹，咱的日子实在是有够歹过的。因为啊，来这上课过了就知影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实在是无好好啊经营这块土地，袂输讲国宾饭店吼，伊吼外口的草拢无咧种的就对啊，内底的物件拢无咧整顿的就对啊，凊彩乌白吞，会当乌会当摕，拢尽量摕走。安尼，这个所在敢经营了会好？内底人啊，住咧会舒适吗？所以呢，感叹。那我也是大，常甲我讲，哎呦，安尼。所以吼、哦，为什么今麦咱少子化吼、哦？其实，甲咱这种的政治环境吼、哦，有足大的影响。都感觉无希望啊！我的囝生出来后摆是要去共做台老，要当做台佣吗？那要安尼唔免啊啦，做到照家己为止就好啊。我无妄望嘛，我要我囡仔出来痛苦吗？我何必呢？是说关咱这个土地，做有希望，大家过到做欢喜，大家每只拢有厝住，有工课做，工作服务，叠加会当叠台湾这块土地，会当得到人生当中，吼、哦、来追求人生的快乐，追求人生真正的目标。啥物人不爱去生囡仔？吼、哦、啊，要享受到天伦之乐咧？但唔忙是安尼嘛，结果咱这个环境唔是安尼，所以呢，大家惊甲唔敢生啦。你一个囝咁样讲，去讲补助3万块，一个囡仔一世人是3万块会当解决的代志吗？你教育无做好，啊，教育安尼一系数几年变几次，一个什么建教式数学？安尼老母讲来当，我也是深受其害啊！我讲英国在读书哪有这乱呐、啊？数学就数学的教法，啊靠，跟什么建教室哦，北部，然后他那个教改一改再改，他这个叫做是没有长远的规划。如果有长远的规划，不会这么乱。咱大家拢回来做白老鼠，伊无咧用心，那对艰苦。所以呢，足侪感慨。咱这块土地真正过甲这么辛苦吗？所以我跟恁同款，就是因为安尼讲，无爱阁继续落去啊！咱台湾已经行到爱改变的时机啊！而且甲大家报告，就敢若着我的爸爸甲我讲的，时间到啊，你赶紧！所以呢，咱初级班这好朋友，咱这同心，唔是恁今日伫遮尔哦，民政府即卖初级班、高级班。会做密集为着足侪想要赶紧来理解咱法律的这外口的朋友，为因开班，有来甲因讲解。所以恁出去，若是讲有人要来了解到咱的法律，要上初级班，我们的班级是一定尽可能是每周开，甚至隔周开。咱人高级班的人数啊，如果人数到，就可以马上帮你们再开。所以，咱的课，咱的法律的课。是有一个继续的，那一定要接受到讲，咱法律吼已经刻在咱脑海内底，把英国人敢洗脑遐个物件吼完全放掉。咱行出去靠后就讲讲啊，我跟你讲，这个是安那的组织，这是安那的组织吼、哦，
那我所理解是安那的法理，未晓讲好无？你缀我来，所以安那建立着安那，建立着咱甲人之间这种信赖度了，对吧？咱唔捌出去乌白讲，我爱甲大家拜托，恁出去嘛白讲，来来做官啦，我保证你当做官啦，唔通安尼讲。安尼完全完完全全吼，失去了台湾民政府的用心。要甲大家报告，这位我们的同心大哥，较歹势，我请教你。叔叔讲今仔日做官，你要做几年？无通做几年。无通做几年。为什么？各位甲恁报告，为什么我现场我上唔敬要敬这位大哥？较歹势就是讲。因为我知道他年纪比我们稍许大一点，伊今仔日伫个遮，我唔免甲问，我知为虾米坐伫遮。伊甲咱所有两三千名进前遮的同心，在前辈同心，因个心是同一款的，叫做安怎？我是为着我后一代咧铺路啊，唔是为着我家己啊，我家己做官当做几年，卖讲着咱这位大哥，事实是我来讲。我刚刚做几年，咱是为着咱这个囡仔，咱这个少年辈啊，因的工课，后摆因要做啥物货，因的机会伫底，伊要安怎过日子？所以呢，伫个台湾民政府，我有足多足多的感动。所以呢，咱这班出去的人，拜托恁出去卖讲讲，来遮是要做官，不是做官，是来遮革命，革我们。这一块我们土地，我们人民该要走的这一条正确的路，要给它走出来。那这条路歹行，各位，您在网络是不是常看到讲，民政府叫做安那诈骗集团？你敢不知影？民政府即马无咧甲外口遐人咧甲伊募款的就对啊，完完全全是咱体制内所有的同心，家己发心自愿。为什么我当敢甲恁报告？因为呢，我本身是兼着咱台湾民政府账务志工消无的志工了，对吧？我本身是财会人员，我伫个企业服务是做财会。有这个机会来到这，奉献着家己一份的力量，为着台湾民政府会当甲消无做好清楚，一分一度，咱的同心所捐入来的钱，拢对大家有清楚的报告。安那来，安那去，这项目拢是会当红去查的，对啊。所以咱台湾民政府无咧乌白母，而且搁做啥？外口人讲一句话，说玩真的。我甲大家讲，这个不是玩，是真正在打仗，在革命。我今仔日的一个女性，我徛伫遮大声疾呼，为着咱的囡仔，为着这块土地的未来。要甲大家讲，咱会当期待，会当去做的一挂正确的想法甲做法，出去千万唔通阁有安尼足奇怪一挂讲法，吼。所以讲这个部分，咱大家共同来建立安尼的心态，安尼敢好？好好，谢谢。来，这个历史故事，透过咱这几个哈，来从这边。这张到这张，咱伫个网络看会到，能够重温一下历史。台湾当时都挂予日本呀，你看看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就让给日本了，对不对？割让台湾的全岛跟附属岛屿。好，这一些，所以称什么台湾割让或以为割让，这资料是从网络来的，不是咱台湾民政府家己写的。咱台湾民政府这条路是着咱林志森秘书长，他常年多年来去研究战争法，搜罗所有国际法理，去建立出来。这个是真正是吼，天要予台湾这条路行啦。那不是安尼，真正都唔知道要安怎，唔知道要安怎。不过呢，我要直接甲大家报告，这条路吼，唔是打工去。建立出这条法律，要甲大家带位正确的台湾这块土地吼，要让国际地位正常化。伊这条路真歹行，因为呢，英国人杀无仗，
现在好不容易啊，秘书长去整理出这样一套法律的时候，有哦，其实中间哦，很多人看有。看有的时候呢，本来想说，啊，不然你，林秘书长，你让你先去打前锋，哦，你先去打前锋，我在旁边看怎样，徛关山要看有马通烧炭无？哎，感觉到哦，安尼去过美国，过了安尼，哦，安尼个，哎，有点成绩了哦。但是都有想法啦，所以吼、哦，人心呐、啊，足恐怖。有一点仔成绩，咱就开始要甲你动摇，要叫你边啊徛，要家己出来。所以呢，人民政府。那降息啊，其实咱受训的人员应该早就超过4000名了。不过呢，因为当中组织的进程有变化，其中人有入来，嘛够有带出去的。安尼状况之下呢，所以咱的人数搁不断的训练，要达到美方所要求的4000名的训练人力。各位，恁今仔现场在遮。初级班、高级班，到职前训练，到职务点招，叫做过五关。你一定要关关过，关关甲通过，就是符合着美方对咱的要求。哎，拜托各位，你一定要有耐心。革命这条路哈，如果只是坐在这边听法理、上课去甲人讲，唔免像英国安尼举刀举枪去流血。安尼，俺即卖革命性比英国较幸福啊！是啊，所以呢，各位，五官不管你是我为高雄，我特别拢为高雄来。我的朋友，我所介绍朋友嘛，拢为高雄来。比伫北部来的朋友，是我大概都要高铁，我要比较长的这个车程。唔过我甲因讲，价值一定爱行，行好头，而且是大概家己爱搞。唔通叫人甲你代志交的去报名安尼，这种动作唔通做。要甲大家报告，咱伫个台民政府一定要确确实实的对啊，不要弄这啊这个啊无好啦。你讲要爱甲资格完成吼，安尼好啦，你提起好，你帮我提起啦。啊，我人卖搞安尼，不要这样，真的要甲大家拜托。安尼机会是足难得的，我安排着这讲师甲恁讲，所以恁的这种态度，咱就甲提出来，伫遮听。安尼刚好，千万不要有这种带出席的状况。来，这个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这帮人下来啊，李鸿章还以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来说明，把台湾割让掉，一点都不可惜。把台湾动作上面毁，好、哦，伊是安尼讲，这李鸿章是清朝的人嘛？咱台湾人安那想？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地呀、啊，所以呢，他们不珍惜我们，啊，现在这个在我们这个土地上胡作非为，那要搁何继续安尼吗？无来啊，回去，请他回去。来，这一边呢，陆陆续续啊，有一些历史的资讯啊，慢慢都会来解密，会来解密。你看。这是美国国务院跟中共周恩来他的解密的文件，伊讲啊，要求啊，好，就是说，如果这个结束好占领台湾的时候，不要把这不会允许台湾光复失地，讲咱这块土地吼，别个讲别个幸福就不能掉啊。周恩来希望不要去公布这个事情了，掉啊，好，并希望美方不要公开台湾地位定论。伊要把这个资料诶，就是甲藏起来，永远来暗藏着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应该知影历史真相这个权利。这个是历史的一个解密文件，我不知道以前的这个讲师有没有提过，但是这是我们好这次有找到的这个资料。来，好，这个。美国武装入侵台湾，联合国通过，美国合法占领台湾，美国不属于中国。所以呢，我们以前上课跟大家一样在这边上课，习近平他清不清楚？清楚啊。那这些呢？我们台湾这些政府当局，这些流亡的管理当局，他们在搞什么？那
播海无的，要暗抗啥？暗抗到咱家的人民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法理也要赶快回应的，你一定要听有啊，已经听清楚啊。所以这边就不用再讲。来，所以呢，咱今嘛有理解到讲，因为我们的哈、国际地位的这个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啊。日本本来在联合国就有一席的嘛，你台湾是要干啥会？对不对？好、所以呢，咱来理解到，咱所接受的教育，咱所接触到的这个所有的资讯，是完整的吗？是正确的吗？这个是为什么今天咱在这？好、有多少公平正义？来，你无亲目睭看到的代志，无代表无发生。要甲大家报告，最近呢，阮中央吼，阮逐个月拢爱去到各州的州办公室，阮来去值班。这当中呢，定定去行，落去理解到各州，因对着咱台湾民政府当地的人对咱台湾民政府原来的看法。这当中呢，有人来跟我分享，那个黄小姐，您这个在讲迄个美国吼是会当来甲咱斗三共三，我甲你请教哦，迄天迄个飞机有无？降落伫咱迄个台南遐，迄是在创啥货？我讲哦，你嘛是目睭做来的哦，你个性是看有哦吼，那个在干什么？在宣示什么？哎呀，恁这班真是够优秀，你哦，那个彭阿香个拍落啦，吼，真正是。真的要看懂，真的没有错。所以呢，别人打民进户意外的人啊，因是唔知呀，搞不清楚说，哎，就飞机派去底下修理你啊，那个叫做什么？看图说故事，也完全搞不清楚到底时局的演变安怎样。你无看到代志，唔是代表无发生呢。已经发生的代志，咱敢真正知影伊事实真相？都无一定，敢无影？发生过代志，你目睭所看到的，来，咱这个土地所发生的代志，敢是拢咱目睭亲眼所见，伊就是熟悉的。当初是咱南部吼，阮南部遐啦，因为咱家吼来自北台湾跟南台湾啦吼，阮南部遐当初是这个陈水扁先生吼，因到发生遐尼啊大代志的时阵吼。哇！大家讲拢唔爱相信呢。阮大哥用足侪人吼，足跟随他，足跟随他，讲那有可能代志，迄种甲污蔑啦，迄种甲糟蹋的啦，迄就是吼，即马要甲关的啦，安尼甲糟蹋的。我就甲阮士大人讲一句话：你无看到的，你哪会知？政治这条路多么的黑暗，有多少的利益在里面纠葛？伊无法度徛伫迄个位，伊必须要做什么代志？伊连该讲的话，陈水扁先生是毋是律师啊？伊敢毋捌战争法？敢毋捌国际法？啊，毋过伊无法度啊！迄条法律无读通的状况之下呢，伊坐去哩总统这个座位，伊该讲的话，我读起来袂当讲，我看嘛是做恶作的。啊，坐上位啊！你能够不利益均沾吗？你会当无安尼甲大家钱安尼目来目去吗？或许安尼讲对有污蔑啦，但是我只是要甲大家报告，叫做安那，无看到代志，无代表无发生，甚至你已经爆发出来的代志，你阁无相信，还是讲你感觉讲迄是无事实的？所以讲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咱要家己很自己亲身进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讲，台湾民进户叫做诈骗集团。来，李白，甲了解，你搞我诈骗啥？你会当搞我诈骗什么物件去？我会当互你骗偌济物件去？各位，咱互骗啥？骗时间来遮听遮，摕到事实，不要紧啊。我感觉讲，我做公务员会安尼骗。我的朋友嘛甲我讲，黄秀华，我做华裔，互你骗到遮的时间，有价值。得到这个真相，所以呢，这个态度那是够朋友，周边朋友来跟您讲安呢，跟您讲，
你真哩足勇敢，足清楚，甲因报告讲吼，台民政府这个所在是你爱家己入来看。我甲你讲，别相信。你今嘛你活到三四十岁还是五六十岁吼？你说拢毋捌听过，还是你网络看嘛看无完全就对啊？你家己入来听。所以呢，各位，咱这班，我会当拜托恁这班，就是讲，当恁这班开始出去了，阁刷落初级班，会出现着恁的朋友，因为着恁的真心，因为着恁的理念的正确，去甲因讲，会当互因入来了解，安尼开始熟悉的。希望莫阁听着讲，我是因为朋友叫我来做官的，吼，即句话无意义啦，毋是真正为着咱台湾要打拼这种心态来的啦。做官看做官嘞，做官是讲要提钱的嘛有呢。咱蒋氏有人甲咱讲无？咱后摆吼，我们台湾民政府吼，讲过要共乖，若讲做唔到，结果要共乖无？那要创啥？要安怎样子？对吼，爱讲家己放迄鞭刑，有放迄鞭刑，互恁看无？吼、哦，迄应该爱互恁看一下，毋过卖看我。啦，我相信恁若初级班无看到，恁高级班会互恁看到迄鞭刑，甲第二个咯，真通听，真的。我们人吼，咱人吼，一定吼爱互伊疼，疼到吼胃骨、胃肉、胃骨内底去吼，即达唔敢做代志就唔敢做。要甲大家报告，我吼看到迄个鞭刑了，秘书长定军生就讲，吼、哦、我感觉讲吼，咱即个鞭刑吼，改成吼头一个吼，去鞭在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员身上，还要惊死。哎，敢知影什么代志吼？定定会去摸着讲吼，会去失格查去，会去做唔到，什么代志会定弄唔到？钱的代志啊，吼、哦！所以你刚才我咧讲港口的时阵吼，我讲各位啊，咱各位吼、哦，财务委员啊，各位咱的校部的会计人员啊，恁都要较拜托的，一定要做理解，你是啥物钱会当出去，你收啥物钱入来，你的校部做清楚无？卖人工吼，啥去鞭刑？唔但你鞭刑了，甲你签名迄个底书，还是你的郡守，嘛甲你同桌，啥去鞭刑？吼、哦！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吼要懂账。你唔是讲一定会晓做，我讲会计人员一定要晓做。民政会晓是足简单呢，安那入来，安那出去，条条甲做好清楚。好、哦，这本卡个甲个报告。所以呢，台湾民政府要走上一个真正治理这个国家，要善待这块土地的人民，咱就走的是这条代志。啊，无咱遐监狱啊，关遐济人啊，你有看遐新闻嘛？啊，我都无饭通食，啊，我即马讲。我提几下啥货嘞？吼，啊是啥物去弄触犯一下法律，我来当入去食免钱饭。有呢，有这种的状况呢，人是无听过。迄若是讲要甲鞭刑哦，看袂无？敢？伊敢安尼做对不对？吼、哦，所以呢，咱即马为昨暗开训到今仔日早起，你所听到遐，是毋是恁足侪是英国的教育，咱拢毋捌听过？咱所受到的就是一边而已，被片面的教育这种洗脑。我当讲拜托无来，咱悄悄的吼，搁细细等下讲吼 ，A 面换 B 面，咱吼顶说一道，听一些不同样的声音，安尼家己去判断，什么是真正的，什么是唔对的，吼、哦。结果呢，足侪人哦，有哦，出去办公，听伊咧好，袂当讲做诶。在咧黑白讲，吼、哦，迄啰吼，拢因咧讲诶。等到面临真正的真相吼，佫唔相信咧，救伊咧，有这种人无？硬死唔相信，足奇怪。尤其迄种吼，迄钱人替伊拉袂来，迄种吼，足济安尼，袂安尼吼，袂吼，对，安尼珍惜。咱就是感觉咱有价值，感觉讲咱会当有这个价值来听法律，所以替咱安尼吼，就是。因为何以按出来对人的何以，真的做贼人有一些人啊，来到这边听了这么多的印证，这么多的历史数据，这么多的历史资料揭秘资料，假嘴麻公骗人诶，嘿你要搞阿洗脑，伊去用洗鬼，我唔知今麦个讲我咪搞洗脑，啊洗袂转来，各位你若遇到这种代志吼，你们不要灰心，迄种就叫哪能没办法救。哦，我们无能为力啊，没办法救。但是恁家己爱了解，恁家己去理解都可以啊，安尼可以吼。所以呢，因为啊，做一人惯习啊，无想要改变啊，啊，总共安尼就对的啊。实际上啊，以阮这个年纪，伫外口咧上班，
那无想要改变哈，连面都红刷下去啊！尤其伫企业，这是最要紧的。你若袂当去接受到学习，好三 C 来呢？这些年轻帅哥、年轻妹妹，你们对三 C 产品是不是都一直要跟进？对不对？你们这些的这个使用，不管是事务机、电脑、三 C 产品，你若跟不上时代，你伫企业当中，你无法度对到这个进步。那干嘛讲你能力不够啊？马上把给你刷下去啊！请你走路了。虽然这个消息足狠心、足紧张诶，因为咱食饭有困难、有需要，咱就去学。为着咱台湾的未来这条路，敢讲咱真正戆戆，阁无想要改变吗？这个是较要紧诶，是为了我们的未来的子孙的生存的大计呀、啊。这个这么长远的计划，咱也当讲。无来甲了解个政策，会当改变，人家助他一力一臂之力。甲大家报告讲，头过来甲大家讲个故事，我去甲国舅，头过来甲这个同心大哥问过，的心，甲足侪同心，吼、哦，这个60岁以上的同心的这些前辈，互我足甘心的，几句啊来甲家的，互大家来分享。高雄这边只，有一个同心吼，伊即马是滚手，伊几岁？将近要70岁，伊两年前礼拜到台湾民政府，甲大家同款坐咧遮，听到初级班、高级班，一直到五官过了。伊伫咧高雄，吼、哦、北高雄迄个军对一个卖讲，因为甲恁讲你有知对一个军的军手安尼较歹势。伊就先去到北军咧活动了，甲足侪同心去甲足侪朋友讲，感觉即个发力。家己无咧上班，所以呢，伊就是去到这个军去讲值班，去讲倒三工，而且家己阁提钱出来，讲支援着吼，家己，伊讲家里是谁有好伊，好加减，啊伊就去赞助着讲去赞助这个军的一些好简单的支出啦，比如讲一下水电啦，安尼啦吼，维持着这个军的所在的运作。后来呢，伊阁安那认真呢，伊家己。甲另外伊介绍另外好朋友去成立一个军，成立一个军，专心为着伫咧台湾州台湾民政府的发展，吼、哦，伫咧军里面军内底安尼去招总。我们现在台湾民政府来这边各位好朋友，你敢知影？应该都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州啊，我刚刚念的那个从宜兰、台北这几个，总共6大州，你是不是有看到讲伊在扫街？有看过我们的那个扫街吗？照片有看过的举手，有哈、哦、有看过嘿，啊唔捌看过哈、哦，你应该去看麦，会足感动，因为我在上班啦，所以我只能够参加假日的时间。我去扫街的时阵，我在做什么代志？我们赶快洗，一定是制服。台民政府的人出去执行公务，一定制服。高雄的日头，大家拢知影，足热。穿这束衫出去，还未开始行，汗该开始用滴的啊！开始行落去的时阵，沿路来去发 DM， 发到要甲大家讲解着简单的法律，邀请着因来办身份证，甲因讲咱台湾这条有安怎的机会，会当安怎行？你敢知？高雄虽然讲哈，大家号称讲哈是一个温暖哈人情味温暖的都市，不过呢？在北高雄，在有的所在较偏僻的所在，嘛是有人摕到 DM， 才弹去，阮的同心伫后壁甲捡起来，背背咧，啊讲啊不要紧啦，你若吼无介意不要紧，啊无你行话就好啊，啊人工脑机会看来，阮军部内底红茶，阮的民政府的军的同心是安尼做，是安尼教育出来。我相信今天在座咱这初级班是足多恁的好朋友，恁因为着因的真心，因为着因家己不断的家己的说明，恁今日较有法度坐咧遮，而且呢是爱坐3天2夜，迄毋是普通人做会到的就对啊。迄人是我的爸爸，毋是讲恁上好的朋友甲恁讲解，也是讲你认同这个人甲你讲的，你感觉讲这个人会当相信，你敢有可能坐咧遮？所以呢？
我们台民政府为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地方政府为分开是州有州的办公室，郡尤其现在郡哈，诶，这个设置哈，几乎都快完备了。我们的每一个郡的郡守几乎都完备了。头甲大家报告，我们每个郡的校务哈，现在咧审查。大家可能有听到一个消息，今年三月的时阵，我们台民政府秘书长夫人林子安女士去美国再次控告美国政府，那篇的告款有看吗？什么时候看？今天上午看，有看全部吗？没有。啊，你有看到什么重点？来，这位大哥，你看到的重点是？哦，忘记了，不要紧。看听下呢，我也小夸哥带到这一个，这个部分嘛，让我做感动。这个部分，咱就接到等一下，要甲大家报告讲到，咱台民政府主要所知影、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是安那咧推动咱这个运动，这个革命的运动安尼，好，所以呢，大家坐咧遮，恁就开始安那，开始想要改变啦，开始要来了解。我强生啦，不要紧，我过来了解，了解另外一面，哈，来看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改变。如果能够改变，我们能够怎么样？对了啦，宣传干好，吼，免恁劳费呢。哦，免出去安尼，遮尔啊辛苦，甲斗宣传，互大家知影，安尼就可以啊。莫讲一天有无，安尼吼无缝接轨，好、哦、一夜这样子，隔天睡醒吼、哦，那个美国军政府发布说，那个台湾民政府接政执政的时候，大家安尼杀无，至少恁今即顿人伫遮，恁都袂讲隔天起来杀无嘛。不过很多台湾人真的，很多那个台湾其他外面的人真的搞不清楚，因为惊吓，咱咧。任务啊，就是要跟他们说，你们不用怕，台民政府这个组织我了解，啊，你们、哦、现在开始在办身份证，我带你去，所以呢，各位啊，一定要做官吗？不用，我们、哦、爱护去一个叫做稳定社会安定的力量，因为我们这都了解嘛，人工这个局势一到的时候，外国机器在查，里面有人心开始在怕，我们行动都要提出来啊！免惊免惊，这代志我早就知啊！吼、哦，所以呢，来，我带你来办身份证，吼、哦，按照个静候吼、哦，那个所有的程序会发布，该怎么做？我们要发挥这样的力量啊！这样的力量哈、哦，比这关哈更加要紧哦！这做要紧，嘛是自己身负这样的责任。我今嘛拢搞我的东西，我收拄到的东西说，哎，我安尼哦，我拢，我这块白药拢藏在我的皮包里底呢。我是台湾民政府的。我提很快，他们啊，我是什么单位的内阁？哦，你那中央内阁，我讲吼，你那有心想要做，你去上课了，你当登记啊，照行，照行，专训照行，你当把你的资格维持，好、哦，你当奉献啥，当做啥，你尽量做，安尼就可以维持这样的一个资格在。啊，我讲真正，我提这块白后白的当做官吗？我不这么想啦，但是我愿意。我愿意奉献我一己之力，在台湾民政府，如果这个政府有需要我的地方，咱大家拢要有安尼信念了，对啊，为自己奉献那一份力，一点一滴去甲累积起来，来当就安尼力量。好来，今天呢，各位恁伫个有咧用电脑的吼，台湾那个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第一集到第五集。这个片子这样子，总共差不多四十几分钟，我不可能底下放给你们看，而且你们小看一下里面啊，很你们哎、欸，有没有人那个上课讲到这一段？来，那个我们美国 CIA 解密档案哈，台湾真相一到五集，你哪东西用电脑不？来，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帅哥美女，你们回去打这个就能够好，它就是在 YouTube 上面，你给它记起来。回去自己看，在这看这浪费时间，吼、哦，咱阁有足侪的代志，咱家己分享的。恁再回去看有无？可能比恁咧看新台湾论吼，可能较趣味淡薄，因为伊安那有图片、有影音嘛，吼、哦。啊，不过内底足侪法律是就是为着甲咱台民政府所去讲出来，才会历史真相拢属实的了，对吧？你会当抄这個，
啊，是讲他，你就是给他那个抄这个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中共五国都掉啊！来，我们的那个电脑同心，你帮我按下去，我们跑几个片段给大家看一下，用个五分钟给大家看一下几个片段。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st,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th,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conqueror has the right and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territory.To delineate. 来，所以各位，看这吼会较趣味，哈，比看书哈来讲，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所以呢，这部片子我强烈建议各位大家哈，回去用电脑给搜寻出来看。光是看前面小小一段啦，伊就都开宗明义跟你讲啊，就这个国际的法理啊，就战争法、啊，还有那个占领法，还有我们的这些法理啊，很清楚的说是几个中国。还是他们那个中国啊，跟我们什么事啊？跟咱台湾这个土地什么代志？无代志。咱是因为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叫美国委托来，你来掌管，你拢讲讲同款的语言嘛，来你来掌管，安尼娘娘。好，所以呢，这个片子强烈建议各位大家去看。好来，哎，那这样子我按不下去了吗？来，你看哦，这个国防部下令啊，涂掉战争的国徽，哈、哦，国军为谁而战？不要战了啦！啊，国共就一家了，还要战，对不对？啊，台湾这个土地干嘛个战？美军来保护我就好了。我根本都没军事武装嘛，没军，我有没军备嘛？什么国徽啊？那是国徽吗？啊，他们在教育你的军人，好、啊、要为谁而战？
好，为了这样的一个那个国会，为了那个精神而战，不存在了。因为在台湾这地方是不存在这些要素，所以呢，他把它涂掉。好，来，各位，主啊，去年九月，爸爸讲时间到了，他赶紧呢，我来上课了，开始就拄到这个，伫台北有无？台北有先有一个音乐，好，那个演讲音乐会，知道台北那场音乐会的举手。你敢有去？你有去？你当初是穿什么衫去？你第一届你坐咧遮，神拜，安尼敢对？你陪人来呢？哦，是安尼哦，哦，你好有福气哦，我们的第一高雄哈、哦，对对啊。我这就是高雄州在高雄的演讲，对各位，要给大家报告，你看，咱第一届的同心，几年？你几年进来到民政府？嘿，2008就开始在这边，对，一今啊，你搁带人伫个家上初级班，这个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真真正正。在陪同的人的心，我们可以让这个同心大哥一个掌声吗？你很有福气的啊，你旁边这个同心啊，你哦，你要成为哦这个民政府重要的这个哦贡献力的这个人力啊。啊，哪个议员的助理？高雄市啊，哈，安尼先卖个曝光，无看见也拍谁？给各位报告。很多很多，来各位要跟大家报告，这只是一个案例。台湾民政府今嘛，咱的新闻不是哈阿萨布鲁的安尼。各位，你来到家，你有家己这个主角，你们是精英，恁是因为恁家的动心。秘书长安怎讲？恁感觉，甲阮家来讲啦，恁感觉恁这个朋友真正会当为着。台湾民政府做代志，会当建立着正确的心态。卡去甲讲，无呢，那毋是买哈，卖甲拜托。所以呢，你当坐咧遮，代表恁是头一关，互恁的介绍者，就甲恁肯定讲，恁是会当有这资格来到台湾民政府的人，是安尼。所以你刚才足多啊，即马军方的这个三师啊，律师、教师、会计师这些。师级的，他医生都没时间来，他医生都跟我问，我的头家，我之前头家是一个医生，秀华，你在讲什么课？我讲，哦，你没时间了解，啊，我给你办身份证就好啊。临港你哪迄落有啥物状况吼，你卡来阮兜咪安尼。你若感觉无安全吼，你卡来阮兜咪，啊，我给你先办身份证，你规划给你办身份证安尼。医生没时间来啊，吼、哦、啊，你头先所讲诶。议员的助理，拜托，现役军人的屋嘞，搁做咱的黑熊的，会当甲讲队长吗？是嘞，是安尼嘞，拢是真正要做事、有理念的人进来的层次是越来越好，真正能够从当中发掘人才来为民政府做事，我们台湾真的是有福气，真的是一块有福气的宝地啊！那按我安内底，我们要这样的自觉。咱台湾，咱陈妈妈想，咱台湾无希望啊！拜托，咱一班开始，咱对咱台湾开始要有希望，咱开始唔茫讲阮台湾无希望啊！你敢好？好。来，所以呢，高雄这场是伫台北迄场了后，我即马是无台北迄场的迄个相片，就我所了解，台北迄场的气势会惊死人，所有去参加的人。制服、帽子排队进场，所有要入去，因边仔遐的人看到几台车，同心大哥，你记得几台车？全省啊，全省都能上去，不是吗？是第一队，是国际会议厅，干不是？在国际会议厅，规场，嗯，是吗？规场坐到顶满满，内底所坐拢是咱穿制服，黑色的制服。白衬衫、帽子戴的西装笔挺，我们的这个徽章，帽子上有徽章，走出去是
跟军队一样，把台北市惊死。但是有人还是搞不清楚，这人在创啥货。台北真正是一个中国城，不过呢，台湾民进会要把光复回来，绝对是要把光复大家拢了解，一定安尼做会到的。台北市吼，足侪机会，所以哎，头先讲台北会得来，那有几个从台北来，大哥你责任重大，来台北举手。哦，台北恁吼，恁的责任重大，恁出去来跟人讲，台北有几个郡、几个州，恁今仔日晚上你们会有分组讨论，分组讨论你来去了解，我若要找我的朋友，究竟要去啥物所在，你会除了自我介绍，恁爱好去挖宝，对啊，要甲恁讲。用我的经验跟你讲，你要会挖宝。今日恁来，恁莫出去讲，恁朋友跟你问啥，讲我今仔日三天两夜唔知我咧听啥，千万莫安尼。晚上的这个研讨会，恁都爱会好挖宝。甲主持的人员讲，啊，我若要带朋友，要就近有啥物所在会当提供予你啥物物件？其实啦，即个主角绝对拢有恁敢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啊，网络上的官网都有。每一个郡的地址通通都有，所以你们要上官网看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今天晚上的这一个研讨会就给提出来。有什么讲要让恁大家讲来自不同州的地方，要让恁去坐这会，其实本来是希望讲有一点点啊时间吼，让恁会当讲家己去交流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吼各州来的人哦，伊来的理由拢无啥共款，其实足趣味的。所以本来要让恁了解，不过时间。也是无啦吼，所以没关系。确定恁来，各位好朋友，各位同心，恁组长开训甲降息，恁其他的朋友恁识识几个？识识超过五个以上的举手。安尼会使吗？安尼可以吗？我教恁一个功课啦。恁哪哪呢？确定下课，我三点半下课，恁四点上课。这半点真久以来，有无吼？恁家己吼，要有这个发心，家己这个心意讲啊，我去甲去实在着无同款州来，其他州来的人，为什么恁爱了解？你敢知？恁叫做港梯啦，恁叫做同梯的啦吼。恁港梯来，哎、欸，我有朋友伫咧高雄呢，啊，我的朋友吼，我即马要去就近啦，要找上机关。恁啊，你有了啊，佫无实在着，阮这请坐吼，无人甲你介绍是恁同款台北州的，甲你介绍是同款你高雄州的。你搞不清楚嘛？我去台北的，欸，我港梯呢，坐我边仔迄个呢，吼，来来来，你去找阿姨，也给你带去。是这个功能啊，你们不要来吼，弄安尼闷闷的睡觉。啊，你来家研习吼，要认识，无得着啥物货，你记着吼，人生当中，我觉得你那个人生当中吼，多一个朋友吼，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既然你要坐标标，好，你实在你底下困，所以你讲袂使，袂使哦。客厅好客不能真久哦，家己要发心，至少安那十三个以上，做会到举手。啊，还佫笑，还佫笑，安尼袂使，大家拢举手，叫做我做会到。客厅大家是十三个的朋友，举手。哎、欸，好，鼓鼓掌。你要有任务啦，恁来唔通伫遐坐伫遐困啊，你袂使啦。恁的任务是初级班，日时每站早转去，你还佫早一挂朋友转去来，请说。哦，不，很抱歉，因为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下课可以呀、啊。哎、欸，你很棒，你很棒。我跟你讲，你很棒，但是呢，你有三点半至四点的时间，有啥物你刚才要甲大家报告？这我袂当安尼做，因为哈，现在我的这个课程哈是全球直接录影，直接现场转播。所以呢，我行的所在袂当超过这个讲，袂当超过这个讲座，不能超过这边。因为吼录影机设到讲有人在上课，我袂当吼规个教室跟着乱吵吵。你刚才，所以呢，三点半至四点，你们真的要带朋友回去，带着恁家己的机关回去，这才是恁的任务啦。唔通来家吼，浪费了这样的时间，听你们会听进去。我跟你讲，听回去到明天后天吼，忘掉80%了。啊，你朋友会跌无？有跌你的赖啊，你朋友就跌啊。所以呢，爱炸朋友回去，好不好？一定要做得到。来，高雄州演讲会，来，演讲会了呢。那呢，美国律师来那个控美案吼，来台的说明会，我跟大家报告吼，美国
律师站在台顶顶头，甲大家说明，请教啊，伊讲什么话啊？你有听过无啊？网络上你有遐看无？大家听无？他在上面讲，大家下面这边听，大家听无？不过大家坐规场的啦，这叫做啥？这个叫做精神，这个叫做纪律，这就是台湾民政府。好、哦，音乐会，台北、高雄来，美国控那个律师来台的这说明会，台北也有，来，台都有哈、哦，哎、欸，对，是，谢谢你的补充。过来呢，我做感动的，就是2014年的那个迎新会，现场有来参加到这场迎新会的举手？没啦，那我拢总来，前辈又来啦，大部分拢没来，有听过的人举手？来好，谢谢。是咪让恁举手，不要让恁困啊！来，这场音乐会，东港所有的人，赶快都是制服出席，哈、哦，制服来自全台湾所有的童星。当天做什么？我们有过五关的人，一律要宣誓。看那边，大家看那宣誓的单子是多么的认真。迎新会，东港，哈、哦，丁管，大家好。哦有宣誓我们的那个元旦的这个文旦的这个这个文好要大家看迎新会我们的那个新年文告啦新年文告哈你有看过吗我有看过没看过哈那里面有齁各位你要了解到台湾民政府其实很简单很多资料很快就能让你去理解到台湾民政府他的论述这张新年文告，给大家看。这张就是咱新年文告，所有应该，予咱初步要了解到台湾民政府，甲了解到咱台湾民政府厝后边来行的一挂方针策略，这边咱拢有写。有兴趣的，较听啊，会当找我特外资料，我较 email 予您。我这份的资料，我的这个讲课的资料，你有兴趣，我当 email 给您就对啊。安尼敢好？文告哈，过来。这张就是东港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身背植物袋的人，这个植物背带的人，都要签一张这个誓词。跟着我的名是台湾民政府对一张的学员。我的植物什么？是什么植物？于事以至诚，恪遵台湾民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诚及行政中立自持，关怀大众，勇于认识，充实专业智能及技能，维新改革，立心力除弊，为百姓设想，效忠台湾，提升台湾民政府。执政效能，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警示立誓人。可以随便发誓吗？写这条、写这张，不是凊彩黑白签签的，那是给我们家背植物袋的人，我们千辛万苦去过五关，跌到脚步，走到那天的时候，民政府给我们这张宣誓。宣誓上面会对家己负责任，嘛对着台湾民政府负责任，是一个承诺，是一个人生真重要的承诺。誓不能乱发，不是凊彩白写写的，但出去就无代志啊！这爱对家己交代，嘛爱对天也交代志啦，敢不是安尼吗？好，这就是我们的誓词，可能无人看过，再跟大家分享。来，台湾民政府秘书长夫人林子安小姐。他3月12号，我为股东，我开始接受甲即马所有只活动，甲在做安尼报告，一遍一遍，搁较深的感动。来，我们的童星大哥这边帮我放。这就是我们的秘书长夫人哈，林子安女士。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My name is Julian Lin.It is my honor to make this brief remarks
to you and all the world on behalf of myself, my husband Dr. Roger Lin, and the 30,000 members of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filed a lawsuit for a declaratory judgment on February 27th, 2015,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ur lawsuit was filed here in Washington when it was February 28th in Taiwan. That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Mourning and the Remembrance by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what is known as the 228 incident or 228 massacre. Beginning on February 27, 1947, Taiwanese protesters were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the KMT-led Republic of China. When the killing began on February 28th, many thousands of civilians lay dead. This is how the KMT's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began, a period in which thousands more disappeared. The 228 massac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rsonal events in our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When my husband, friends, my co-workers, and I think of these events of the past, we think of also of our present. When we think of our desire to no longer be stateless. In 1946, the ROC nationality decrees imposed upon the people of Taiwan,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a nation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a nationality that he never offered the people of Taiwan an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 of 1946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illegally depriving the plaintiffs of a recognized nationality.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 of 1946 were delivered and enforced without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seek a declaration that the nationality decree of 1946, stripp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and imposing a nationality of ROC, are invalid. Our fight is the district court here in Washington, D.C. It's about decrees that were enacted decades ago that violat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have affected our lives every day ever since. On a human level, this lawsuit is about the personal identities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my co-workers and organizations members, and all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ffords us the same basic privileges as most of the citizens of this world. We do not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we or 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were able to have a say in. Imagine that. Going to bed with one nationality and waking up with a new one, being told, no, you cannot keep your home and the identity you once had, being told, no, this new identity that you never asked for, never agreed to is not settled, cannot be settled anytime soon, being told, nearly everyone else
in this world may have a nationality that allows him or her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freely and then to come home and to belong. But you cannot. There is the basic sense of not belonging completely anywhere, and we have lived with this now for generations.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a decision made so many years ago to change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 identity overnight. It is frustrating and painful to know that we have international rights that are supposed to protect us and our families, and that the decision to take away an entire population's nationality has been allowed to stand, to hold us for so many years. Thes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I will read you now just one of them. As it is written, Article 15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states, first,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nationality. Second, no one should be arbitrarily deprived of his nationality, nor denied the right to change his nationality.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invalidate these nationality decrees. I am proud to stand here today and represent our fight to exercise our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determine for ourselves and our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re are many wrongs, many tragedies of the past which may cause us pain even today, but which we cannot undo. The nationality decrees of 1946 are a real kind of wrong, injustice, which we believe can be undone. We intend now to fight to undo them. God bless American. God bless Taiwanese. Thanks for all your coming, and please support human rights f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哇哈！我每次在看这个片子哈，我看了好几次。来，那个我们往下跑一页哈，能够跑吗？来，我看头过那部片啊，时阵我拢足感动的。可能我们很多人因为这个环境哈，那个片子字伤细，你无看到。不过呢，我要甲大家报告，这个甲这块片啊，就是讲它现场发生，我无去，我们要甲大家报告。这边去到美国的时阵，秘书长又鼓励着做者少年的，咱的青年团，咱的少年的出去，让他们去见见国际世面。这个是国际的记者会，好，还去看世界，一个真正有制度的国家，那是安那运作的。所以呢，按这少年辈敢有钱，无呢？啊！你敢知伊哪去？是有偌济偌济，咱台湾民政府加像安尼大哥的同心，因捐钱，好这少年辈去，光这点就让我足感动的啊！咱老一辈为着请着咱这少年辈，要横水看世界、看世面，去学习，提钱赞助因去，一点。这是一点让我感动的。第二点，我们的人员穿着制服在当地出席的时候，那外国人搞不清楚啦，想说哇，你们这些人穿得这样这么精致，
啊，恁到底恁是要创啥物货？哎，有的外国人可能也比较看不起亚洲人呐、啊，不晓得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啦。蛮多的这个政府单位可能知道，不过一些其他那种那个底下工这个这个就是记者会的当地的这一些个行政人员哦，跨那个这瀑布啊了对啊，所以咱家的人去到遐，咱的福林甲讲一句话讲，我们是志工团体，志工，什么叫做志工？您刚才，志工呢就是讲哈。不取分文啊，家己出时间、出钱，志愿为一条、为一项要做代志，去甲付出咱的行动，这叫做志工嘛。家己奉献，家己提钱、时间，拢家己开家己了，对啊。你讲知？胡林讲吼，当因听着讲这群人大家拢志工的时阵，有无？他们会当讲感受到讲现场迄种的气氛叫做吼。马上给你惊嘞，安尼啊！马上跟你立正站好啊！要介绍夫人上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淑仪？迄淑仪，夫人讲，当吼，伊咧介绍夫人要上台的时阵，连迄淑仪都介绍，感觉足光荣的，就对了。讲我何其有幸，会当为这个团体。这个人员要代表要去你的人员，我甲介绍，而且这个人员、这个团体，因大家拢是志工了，对啊，因是足感动的。结果呢，佮看到这几分钟安尼论述落来的时阵，足济咱当地的华侨，那是咱随行去的，咱台湾遮的同心，大家拢因为安尼的气氛，大家拢流目屎，迄种啥呐？叫做感动，叫做一个希望。讲咱台湾民政府真正搁再一出行出来，足无简单呢。要做安尼的一场的国际的记者会，要开偌济钱，用偌济心力去推动，予偌济人看。迄天我所听到消息，那是我无记唔着，应该是6000万人口以上的点阅率，对不对，同心大哥？我记得是6000万以上人口的点阅率去看到咱这部片啊，全世界的人。会去使用电脑的人，差不多应该是至少是有一点知识的人。他在使用的一些电脑的技巧上，他就讲有靠读过书啦，是讲会当去使用这些电脑的。一看那个点阅，能够点阅这样的一个片子，达到6000万人次，那是偌大的效应，您敢知？那是几亿都买袂到的。咱台湾民政府会当做到安尼的代志。中华民国政府，你在创啥货？你在干什么？所以呢，咱层层慢慢，唔通去小看着咱台湾民政府，我们的发声呐，咱的作为啊，一定让足侪人知影，认同咱啊。所以呢，只要咱对台湾民政府的法律的脚步一步一步行，咱老老实实，真辛苦。甲咱周边的新朋友，甲因讲着安尼法律，邀请因来到着咱的中央，也是去着咱的军、咱的州，去甲了解，咱就做着咱应该做的责任吗？好，所以呢，这部片子很值得再看。好，回去你们可以点这个电脑。过来呢，这个，大家应该最近拢知影，这个足侪媒体啊。主角咱的这个媒这个就是再一次哈到美国去这样控诉的这个案子哈出现之后，哇，这在媒体嘛开始一窝蜂买的，就都是跟在一窝蜂跟着热潮这样子走。这在媒体啊，高雄就办公室安尼嘛，一电视啊，三立电视台啦，吼安尼一波一波过来，啊，因的用意吼，其实吼真歹讲啊，到底是讲要让你好看，还是讲要真正要来探讨？哎，居心拢做歹，都不太了解的。所以呢，不管是全台湾各州，吼，还是军，咱这地书军秀，咱所有的同心，拢做小心来应对着所有要来了解着民政府的人。所以咱讲出去的每一句话，各位，咱初级班的好朋友，咱的同心，恁若无理解，请恁。会当讲来，我邀请你来军来就了解，咱千万唔通家己乌白讲，讲到到底，人敢泼冷水，迄是咱家己自找的，敢好？
要甲大家介绍一个最好的教材。来，这篇当时的4月29号，什么报？《自由时报》千人健走，行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篇的报道，台中哈、哦，台中这个所在的报道，这篇我甲你讲，是我看过所有的报道上界健康的报道。我讲，我会甲这个记者好拍破啊，哈、哦。恁会当回去吼，去找4月29号的这个《自由时报》，好，他这边有写到，我们是平民政府，我们不是台独，好，我们也不是要搞叛乱，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平民政府，要拿回我们自己平民的这个治理权。那我们在做什么？这边都写得非常清楚。这篇我看过，这篇阿雅秀，有哈，哎，恁这帮真。哎呢，恁做侪迄落资讯吼，拢来源蛮完整的啊。唔知人不要紧，提供给你，看下这我的 PPT， 恁老师有恁就提，恁来当搞我讲，我 email 给你拢不要紧。这个东西恁当藏伫个内内底，传给人，有想要了解的人，恁就试给伊，给家己看。这篇也是算讲都做清楚的，安尼敢好？好来，要大家讲，我甲恁报告的，除了以上这的活动以外。推动着台湾民政府会计的 SOP 正常化，什么叫 SOP？SOP 也叫做吼标准流程、标准作业流程了，对吧？那这种志工团体有无？咱的小应该是做简单的啦，无像着讲吼外靠遐这个盈利事业团体吼，落来意思爱去探钱吼，爱去做什么折旧，爱甲下面做甲做好看，够需要？咱无需要。所以呢，要推动咱的会计 SOP， 咱的项目就是足简单，要紧是安那，实际清楚，大家同心来赞助的，咱就给它写出来，无必要的开销，像中华民国两政府迄种行路工的钱，台民政府的酒棍拢无出迄种钱就对啊，便当水油拢吃家己，你支出啥物货？指出着，为着要予大家来到这个所在，了解着台湾民政府的法律，这个所在爱所支出的费用，差不多出这样尔，啊，搁 DM 予大家了解的，为着推动安尼的法律，推动这个组织，这个政府应该爱推动的，才会予进行这个环境所需要的几项，大家咧支出，其他大部分拢是同心，好来咧赞助付出的，好，所以。按、啊、这种志工团体的想吼是做好做，啊，不过我足感动的，你敢知？你敢知？这个吼，这是伫在我住高雄嘛，这是伫在台南的安平郡，啊，台南安平郡吼，这是他这边有写说他们是那会计 SOP 的教育训练。您台南吼，地书呢，我刚刚宣就是跟大家宣导吼，咱的路要行会长，要做教育，各方面的教育拢爱做。所以呢，迄时阵咧推动着 SOP， 叫我去上课。你甲看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按不下去？来，好，赶快，你甲看这人，大家拢坐了停停呢，这不是在困呢，在看资料呢。好、哦，这人，这可能压照片有点压缩，大家拢做认真。今天在给大家收那些小没来，有没有？我们现在外面招募志工在查那些小，对那些小，大家多认真呢，那叫做做认真哦，把这条事情当作一件做要紧的事情在进行啦。啊，做那些小没的人有领薪水吗？我在企业，我做人的财务主管，我敢领薪水呢，我要养家活口呢。啊，咱在台民政府做这些小没来这上课，大家拢志工呢，开家己的时间，大家坐了停停。五月初二要高校，紧的，大家看电视。我袂晓，紧来找人来斗三工来学。迄是全台湾各州6个州50个郡拢安尼做呢，不是开玩笑的。来，这张是伫个中央，迄刚好是那个郡守联合会议。咱的郡守，头个甲你讲嘛，咱即个做，起码咱吼有背带的吼职务的那个身兼主管，这个就是说这个职务的这个背带的人吼，啊，反正爱好看小，啊不然小了做唔对，啊不然你爱变形的无，所以呢，秘书对这边要特别安排，要帮郡守他们联合会赶紧上课会计 SOP 的这个流程实务操作，
听两点钟的课呢，各位，你有想要学看卖无？有哦，林刚你哪里来？好、哦，特别为你们开一个班，甲恁讲安尼刚好。会计这种东西哈，少无少物件，唔是讲为着组织，也是讲为着安尼团体做。家己学会晓，家己少无吼，那管理了会好吼。你会当讲怎讲家己的钱存偌济，啊偌济开了不该开的所在，记录起来，实在是做有意义的啦。我本身学这个吼，感觉讲这是做好诶。第一点我上课，会计登账，来。以上给大家见，给好大家看到的是讲，主要好经过所看到这活动，结果你若无思考到未来，你就没有未来。就这句话，大家敢有认同？大家拢点头，100%，是安尼。虽然今仔伫个家嘛，敢毋是？来，天空不曾骄傲飞过，敢有痕迹？哎，敢有飞过？咱行过，咱敢有痕迹？这段路咱行过，咱所走的，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句话是确确实实的。咱即马老老实实所走的每一脚步，拢为着推动台湾民政府走向搁较好的未来，拢有留下伊的痕迹，袂四早擦去，嘛袂讲走向去。错过太阳，也将错过群星。这句话我上介意。世界上一切伟大的运动，都跟某一种的伟大的理想有关系。各位啊，咱现在的理想是什么？希望咱台湾这块土地是更好，希望着咱的子女是世外会当有更好的未来。咱是做伟大的理想啊！咱是在革命呢，咱不是仅仅，咱不是一种坐在厝在困，安尼，这个叫做是醉生梦死，不是。当咱加入到台湾民政府，咱都是有安尼的这种使命感，咱的使命自觉了，对啊，咱的使命家己爱自觉了，对啊。今仔日别人无爱做，咱来做。历史会替咱留下这个名，唔免人留，咱家己留。因为咱的付出，所以我感觉讲这点是支持我为高雄，大概来到桃园一处一处来，甲所有我所见过的人来甲恁结这个缘，来讲这个课，是我初心，那个初心就对啊。我有这个梦，我希望讲各位啊，我咧比这个课的时阵，我常咧想讲，我当初是来上初级班的时阵吼，我是安那。安那浑浑噩噩过去有无？回去，我印象很深刻。我回去的第三天，明天礼拜天你们结训嘛哈。我回去跟他拜一下拜三的时阵哦，我只记得那四个字：日暑美战，其他别记了了。不过呢，我会记得讲哈，我今仔看到这片啊，我看到这音乐会，看到这这个就是这个记者会。我相信回去吼，你有印这印象，讲有民政府有这活动过。你讲人真真正正在做代志嘛，无给你摕到一身五银，敢对？所以呢，我希望讲要带予恁大家是讲，法律真正咱会当搁较理解较搁较彻底。不过呢，咱今日坐咧遮，咱来理解着讲，咱这个民政府，咱民政府到底咧创啥物货，做过啥物代志，是恁出去当敢讲的，甚至讲你要去对找这资源宏看，恁拢会当找得到。来，今嘛，你应该是早就准备好去迎接这个真相，对不对？你理解了，你了解讲，来到国民政府，咱真正意义伫对。所以呢，咱应该从 C A 面，今嘛回归 B 面，吼，然后重新洗牌，重新理解咱台湾这个土地，咱是虾米人，咱的囡仔，咱的后一辈，当走上安尼安那的道路。是大家阁有较好的愿望，对不对？来，我的题目叫做“迎接美丽新世界”，相信美丽的新世界，嘛是咱现场所有的人愿望。希望了呢，咱就是会当讲，哇，伫咧一个阁较好、阁较，互咱家己阁较轻松愉快，至少是有一个愿望的一个世界，互咱看咱台湾。其实吼，咱外国人真正做了解着咱台湾。诶，环境有无？咱的迄个位置，我们就是好像就是当事者哈，当局者迷啊。
咱就是很蒙蔽啊，所以搞不清楚状况啊。外面人很清楚台湾你们这边到底有什么状况啊，我们的人搞不清楚，始终自己在那边乱跳，都要想不透。来，你怀抱着安那心态来到家，好、哦，我怀着一个希望，你嘞，好、哦，你是去往别来来看老热嘞，看搞什么鬼，还是来踢馆？有无？我来踢馆了无？我跟你讲，有哦，那讲无哦，咱这班无啦，真真正正，你来理解，咱这个课上了，可能有人跟你讲，我跟你讲，他怪讲嘿吼，其实吼。我跟你讲，你吼，买我出来，我跟你讲啥，跟你讲啥，迄你著爱家己有注意，迄都体管。我即摆咧跟你注射，然后人跟你讲，叫你边，我跟你讲，迄安怎安怎，你咧听到黑白讲，迄毋是安尼，我跟你讲，其实我安那，迄叫做来体管呢。因为我有一搭去我拄着，我讲，吼、哦，你是匪谍。我是卖甲讲，我讲啊，你是已经了解啊嘛？伊高级班咧甲我讲安尼啦，所以各位啊，恁今仔日。上完了的初级班，来，搁要继续上高级班的牙齿，我看卖。吼，恁这班真正有值得学了，跑啊声拍落。我跟你讲，高级班继续上落，搁较精彩。吼，来，你看，那这种的状况出现了，我先跟恁讲有啊，啊，恁卖烦恼，你就甲看哦，安尼哦，好，安尼好。你若慢慢去报，你心知肚明就好了。以后会有什么状况？那阿伯和民政府主任来处理。所以呢，来到民政府，我学到一点最要紧，叫做安那哈，那叫做爱淡定，爱保定就对啊。你拄到啥物，咱点点啊去修，按家己点点啊做。人咧讲讲啥哈，咱唔爱去，卖去加，就是、说不要去受他动摇啦。来到这个环境，真真正正啥物人拢有哦，哈。所以呢。要甲恁建立安尼个心态，是因为之前我曾经有安尼个状况，我就开始会问号啊嘛。我问号时阵，我开始就动摇。啊，毋过好佳哉，是阮爸爸实在是搞按来了，想好势，所以呢，我就无去黑白想。毋过毋是大家拢像我安尼爸爸啊，嘛无人讲像讲是第一届都要出来安尼啊，对不对？大家拢伫个家碰到这样的状况，吼、哦，就自己吼、哦。所以为什么要写踢馆？有回叠哦，吼、哦，来为着咱。真相，了解了真相，为了咱呢后代开创一条活路，一条有尊严的路。我不要我的儿子去做台佣，也不要去做台劳，所以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讲，对不对？如果你听进去了，也听懂了，你要展开怎么样的行动来迎接美丽新世界呢？来，你要安怎？头先所讲的，头靠天十分钟了，我的口结束，做什么代志？不是上厕所哈，不是只有上厕所哈，我认识五个。以上的朋友，把你的主管炸回去。你在高雄的是在台北的，还是在宜兰的？哈、哦，把你的朋友炸回去。除了你的小哥、你的小姐、你的队，你找上找我港铁，伊就带你去。这就是你的主管。那时我唔慢，然后空空，我到后面才开始建立我的资源。哈、哦，我足忝的，所以你即马港铁你要紧建立。过来呢，就是高级班，定时要开课，你敢知？啊？下礼拜吼，会当我看到你无？对，吼，所以阁继续。紧甲恁遐身躯边的人讲，因为咱四千名两面买满啦。哎呦，拜托，毋是凊彩白讲哦，是真真正正知影讲会当建立理念的人，较加油请你，安尼敢会使？一定安尼哦，毋通乌白火哦，讲啊无你就你迄落呀，你要叫我去我就来啊，不要这样的，爱像你安尼哦。目睭拢紧紧，真诶，咱一个拢无拼无困，这种开档来哦，吼、哦，真正啊，你拢无困啊，吼、哦，对不对？过来，了解着法律，会当讲，咱要熟，你来爱保定。阮好咧上教育训练吼、哦，叫做什么？先育才啊，留人。即马就爱甲恁吼，先甲恁讲，后摆恁来当讲，讲时阵会当讲邀请人入来。教育训练吼是这个课吼是有一个规定的就对啊，唔是凊彩白讲。所以讲呢，我嘛是真感谢着讲中央吼，伊安尼怎安尼甲恁排课，即节课是较轻松。唔过呢，我要甲恁讲的是一寡那个步骤，那个心态，这个心态很重要。可能呢，做做法律回去，恁有可能爱个再复习，个过高级班来复习。可是那这个节奏啊，
后班的甲高级班同款，拜托恁，恁若阁共体有无？阁去找无熟悉的人，阁去坐，恁唔通吼，阁去坐啊！你我跟共体，你坐我边啊！啊，你阁着共体，着共体啊！你着熟悉熟悉，阁去熟悉别人，安怎呢？必须要甲阮讲。啊！你即马你遮个人，你拢无实在，后摆你是要来即种啦？你是要来共斗三工啦？你打实在，你拼这五岁会当做代志吗？袂当。所以呢，唔管是我家己介绍来的朋友，还是讲我上课时阵，我就尽量去加实在挂朋友，吼，更要紧，带朋友等就带朋友的资料回去。那么有问题在这边解决，不要带出去。有人讲，侬讲骗钱，一天敢唔叫人来上课？我跟你讲哦。你若听到安尼讲讲安尼话吼，你会当甲讲一句话，大家拢做纠察队，不要用这样的心态来扰乱这边上课的人的心，安尼是唔对诶。那是安尼心态，咱来改好过来。因为呢，来到遮，民警甲你，你所交的钱是这住宿费嘛，对不对？我们要有这种正确的心态，不要呢以讹传讹，听人家乱讲来上课。使用者付费，那一定要有这种观念，哈。那有人讲，迄大部是叫人去上课，拢是迄落安怎样？你来甲讲，你若要安尼，你莫来，拜托你莫来。我会跟他这样讲，民政府不缺这种人。现在民政府要的是什么？是要精英，要认同感的人才要进来，其他的我们不要，好不好？哈，安尼今仔的课呢，哇，中间都无互恁休困呢，啊，大家真正好做辛苦，哈，啊，所以呢，来。开放五分钟，有人对我有什么迄落问题，不是对我个人兴趣啦，吼，有什么问题，当甲我问诶，不要紧。啊，是讲你想要了解啥，恁小迄落会当提个一两个问题，有无？好来。秘书长哦，因咱诶夫人吗？咱诶夫人吼，透过着伫咱中央行来行去，你拢无看，吼，吼。秘书长就是咱台湾，咱台湾人，啊伊吼练英文，应该是可能我伊改成英文，敢那嘛是介好，不过要会安尼当讲话吼，去安尼发音这么标准，安尼一步一句一句安尼行，安尼讲吼，确实无简单，是经过训练，所以伊的表现真正值得咱民政府所有人员替伊一个拍声。这部片子吼，我嘛是肯定我的来，哎，咱现场遮无来的人举手。同心大哥大姐，紧的哦！你若无来，看到你朋友就交袂到，你打我电话，你就无方便。我的资料你就看袂到啊！你报纸你就存袂落去啊，对不对？要跟上时代啦！民进户，咱民进户人一定要跟得上时代。你的赖，你没有赖，你又没办法接受讯息呢。安尼刚好，所以呢，赶快准备赖，赶快准备你的智慧型手机，用智慧啦，好，那个不用花很多钱，也能够有一支智慧型手机。真的，等于改天家里是谁问起来，我看来好可问我。你住对，嘉义哦，不要紧啦，嘿，我可以跟你讲，哥那远哦，台北依然拢顺路来，请讲，嘿，嘿，好，来，好，你讲到重点，你讲到重点，好，你稍等诶，好，你讲完，好，你讲，好。来哦，唔对，我甲你讲，等下哦，下课进前哦，你这叫做问到重点哦，这条代志叫做哪？叫做袂当做，袂当做，为虾米？各位，甲恁建立一个最要紧，我做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最好的问题，你的出发点嘛是最好，唔过伫台湾民政府，咱是一个平民政府。的这个组织的状况之下，咱每当做这种代志，不能够做私设平台。各位，我跟您报告，不是我告诉你，我跟你讲，我跟你报告，就是说，你说要大家建立 LINE， 然后说大家一起认识，这是很好的意，很好的用意。可是我告诉你，今天你来到民政府这边，现场伫遮的人，在你识识，在你家己去联络，去建立你的联络。不过不能够建立自己的私下的平台，不能建立自己私下的平台。所有的平台在台湾民政府的任何的这个团队，比如说我中央内阁有中央内阁的群组，这都要紧哦，来注意听哦。议员有议员的群组，州议员有州议员，
郡议员有郡议员的群组，这个非常重要，我要跟大家讲，这是一定大家要遵守，好不好？你要自己建立，我不反对，但是因为你刚刚如果说以我为首去跟大家加，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自己建立，没有没有没有，来，这个是你们来，这位同学，这是你自己班上自己私下，我懂你，谢谢你。所以吼，咱吼为着安尼的同学吼，咱的同心吼，伊做好伊要建立，所以呢，你应该会当实在着专班的人，家己来做班长，你敢知？哦，所以呢，因为我们的 LINE， 我们有不同的群组，是为了发布中央的讯息，要发布中央的讯息。来，这位大哥有问题吗？我可以帮你解决吗？有问题吗？我可以帮你解决吗？我以为你有问题要问，不好意思，嘿，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要我们的这个中央民政府的这个 LINE， 各个族群的 LINE， 是为了大家去发布中央的讯息，比如说哪个什么时候办参会？哎，对，讲到参会，咱即马现场各位有去参加到咱各州的参会过的人举手，去参加过参会的，哇，安尼尔哦，来各位啊，所以啊，我们各州啊，几乎在每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是跟各州讲，是请他们能够尽量在礼拜天晚上去办参会。办参会怎么样呢？邀请新朋友来到州这边来了解，来这边有一个很温馨的一个交流的参会。好，那你们去的话，多少不论大家随喜，这就不要紧。不过州还是讲郡，那举办的那些人，伊就准备这的饮食这吃的东西。你们去的话，多少不论，那就跟小卡站着姐。大家去那边多认识，好，除了在这边上课之外，你们去到州、去到郡上课，去那边参会的话，也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底下你也让得到更多有关民政府的资讯。所以呢，各郡、各州，好，伊来活动，你若讲去到遐，你也当了解到，也当传去到遐，安尼刚好。所以呢，所有这边的同学跟你们邀请，好，能够参与，邀请你们来的朋友，邀请来的同心，你该了解到讲，当时办着参会，你也当阁带着恁的朋友去到遐。当因有基础的了解的时阵，因阁要进一步来参加着咱的初级班，就阁较简单啦，因就阁较有力量嘛，就更能够接受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安尼刚好，好，谢谢，按今日口个加维基哦，谢谢，感谢。